知道会买这么多东西，就叫上普利士他们了。我原本也想叫上他们的，可是这两天大家都在基地里忙着审问拓荒者。有问出什么吗？还没有，那家伙的嘴很硬，什么都不说。对了，今天队长也会过来，希望能问出些有用的信息。话说姐姐，为什么要买这么多青椒啊？当然是为了我刚研究出的新点心青椒曲奇。你就好好期待吧。期待？姐姐的黑暗料理只有长臂才会期待吧。海城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快回去吧。拓荒者浩肯星究竟来了多少人？藏身之地在哪里？哼，浩肯星的叛徒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是浩肯星四处侵略其他星球，我们不是叛徒。哼，你们不用白费唇舌了，我是不会回答你们任何问题的。你们造成那么多破坏，难道不怕被制裁吗？怕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以为我会像你们那样对这些低等生物摇尾乞怜吗？哎，看样子是问不出什么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只能继续把它关押起来了。不如把它关在城郊的秘密基地，那个地方很少有人知道。这样也好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拓荒者被俘，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把他营救出来。这个容易，我们冲进对方基地大闹一场，你们趁机救他出来。喂，你们两个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，万一拓荒者被关在别的地方呢？我们去了岂不是自投罗网？没错，我们要先确定拓荒者被关押在哪里，然后再哟。看来你们遇到大难题了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大块头被关在哪里，并且能帮你们救出他。有兴趣谈一桩交易吗？交易？说来听听。热身完毕，可以开始特训了。奇怪，裂缝爆成臂怎么没来啊？他说之前受伤还没完全恢复，怕影响大家，找地方单独训练去了。啊，这家伙怎么突然变得见外起来了？不会是佯装不是，躲在哪里玩游戏去了吧？根据数据分析，可能性100%。不是200%。这小子最爱偷懒。算了，先不管他了。海城，准备开启模拟战斗。好的。是队长来信息了。各位，就在刚才，我们监测到平息室区域发生异常能量波动，代号103和389的两个空间缝隙同时出现在城市东南，并形成镜像空间，引发混乱。我们这就赶过去。海城，通知裂缝爆场壁把坐标位置发过去。加大火力，这一次我们可以同时收集到两份基因石碎片能量。是。
来得可真快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，猎行联盟正义出击。出现了一模一样的飞机。哼，行动已成功。好的，收到。我今天没空跟你们玩，你们慢慢折腾。下次再见了，我们撤。不好，他们要逃跑了。先别管他们了，那架飞机很快就要和镜像中的自己相撞了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按照当前飞行速度加上空气阻力，大约还有50秒的时间。我们必须立刻修复空间缝隙，否则两机一旦相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怎么现在才赶过来？抱歉，中间导航突然失灵了，所以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到齐了，时间紧迫，赶快行动。这次危机总算挺过去了。特勤队长，那件事调查到怎么样了？在这么严密的保密和防护措施下，拓荒者都被劫走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有什么新突破吗？经过调查，袭击者不但熟悉特勤队基地的内部结构，甚至知道我们复杂的门禁识别码。什么？
居然连我们一天更新好几次的识别码都知道。这件事一定不单纯。特勤队中有人提出，唯一合理的推测就是变形联盟之中出现了叛徒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我坚决相信变形联盟的所有成员。普利士，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没有但是，居然怀疑到我们头上，这太荒谬了。哼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们都成嫌疑犯了。如果特勤队不相信我们，干脆和我们分道扬镳算了。长臂，先别急着下定论。哼，普利士，我依然是相信你们的，但这件事情必须彻底彻查清楚。肯定要查清楚，叛徒的黑锅我们变形联盟不背。啊，侦测到第250号空间缝隙了，变形联盟立刻出动。我拓荒者回来了！啊，救命啊！逃吧逃吧，脆弱的人类！拓荒者，快束手就擒！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吧，变形联盟！我们绝不会给你第二次逃脱的机会！哼，好大的口气呀！看招！启动面部防御系统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警告，视觉系统数据异常，警告。我的视觉系统受损了。我的也是。什么？他们的视觉受损？那岂不是什么都看不见了？变形联盟，就算你们再厉害，看不见也没法打吧？糟糕！可恶！霹雳炮，朝你的正前方攻击！明白。神奇手，敌人在左前方45度角，攻击！收到。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嘿嘿。游戏时间开始了！嘿，什么情况？这与我对战的是霹雳炮！普利士，你下的什么指令啊？什么指令？我什么指令都没下呀！打吧，变形联盟，除掉自己的同伴吧！太好玩了，来点更刺激的吧！变形联盟巨人，救命啊！天啊！太有意思了！我得让变形联盟冷静下来。啊，不行，手表也受到了空间缝隙干扰。变形联盟，你们冷静下来，听我说。非常状况要保持非常冷静，你们先停下所有动作。海城说的对。哼，碍事的小鬼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，
视觉系统仍然没能重启。什么？变形联盟有信心，更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变形联盟，敌人现在失去战力，启动自动修复，重启视觉系统。收到，启动自动修复。视觉系统重启中，启动成功。啊，视觉恢复了。变形联盟，全体进攻。怎么又走了？普尔达真是神出鬼没，神秘兮兮的。之前他说在调查基因石的情报，可能是……你们变形联盟搞什么？你们自己看看，到处都被你们打得一塌糊涂。你们听我说，不要解释了，你们做的什么好事？先别生气呀。快把一切恢复原状！我们本来就不应该相信变形联盟。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。